陈海琳呢位新手妈妈，呢日终于有得闲出嚟出席下活动啦。除咗爹哋妈咪帮手凑之外，老公郑家永平时都好帮得手噶。OK 啊 ，OK 啊，我觉得佢仲好似比我凑得有耐性添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系好攰，咁可能喂完奶我都会叫佢帮我扫风啦咁样，咁但系佢就好投入，好中意嘅。我都觉得呢段时间如果冇老公帮手系会好困难，因为我自己都攰啦，咁日日起身就有一连串嘅嘢要做，咁即系如果冇佢帮手都会。我想頂不住，是啦，因為我就比較喜歡早起身的，我想我五點零都會起身，咁我想我到夜晚十二點我已經是要睡覺的了，咁佢就接力，咁就佢通常喂到三四點咯，凌晨嗰轉，咁跟住就好快又到翻我接力啦。好多人產後都會記憶力變差 ，Grace 好似都難逃一劫啊！哦，當然有啦。我今天嚟做咩我都不知道不是，最重要是即是个仔的东西会不要忘记得咯，自己的东西都没什么所谓了。就是刚刚昨天出街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摸到个裤袋有些东西，一拿出来咦为什么带了个沙巾出街的，可能就是喂完奶的时候不觉意摆了落个袋子都不记得了。咁頭先有人都話，其實第時咧，佢會抌埋佢啲玩具落你個袋咧，跟住你就會覺得好得意噶啦，成件事。